哦，原本完全不会，完全不会驾车，基本有一半的部分都是要驾车，然后再上路，就花大概好几个月的时间去练这个驾车，甚至撞车。Hello，大家好，我叫做吴宇恒，今年14岁，就读国二。一开始会担心会不会，如果接上这套戏的时候，我的学业会不会因此被影响到？可是后来觉得，其实不用想那么多，就直接演上去就对了。导演就是一个很像老师的人啦，就是很容易相处的老师。然后如果我不小心做错什么事情的话，他也会比较耐心的去指导我。虽然比较严谨，可是又不失温柔的大哥哥这样子。一开始接受他的邀请，我是算是非常兴奋的。找谁？去哪？一个人去吗？我本来以为跟少女对戏的时候会比较紧张一点，但四季同龄人的关系啊，会比较青涩一点，可是会相对的比较不用拘束自己，大方的讲自己想要讲的话，会比较轻松。你昨天讲过的话，你还记得吗？脚踏车的部分，说实话，我原本完全不会，完全不会脚踏车，然后就发现哦，剧本有一半的部分都是要脚踏车，然后带少女这样子，就花大概好几个月的时间去练这个脚踏车这样，然后还是甚至撞车。少女她 Kira 本人是运动细胞比我好很多的那一种，就甚至怕她有点嫌弃我那个骑太慢这样子。